老板，我看您一进来愁眉苦脸的，是公司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我客户投资了几家餐馆，不生意不好吗？说让咱们帮忙宣传。嗯，但是没钱啊。你说这接吧，赚不着钱；我要不接吧，关系又不错，难弄。这确实是有点难办啊。我琢磨琢磨，您先忙着，我出去，有事您叫我。行，去吧。老板，小李，进。老板，刚才您说那个事儿，我想了个办法。你说我听听。哎，我觉着啊，咱们这样，您看这事儿怎么样？行啊，不错啊，小李，有前途啊。行，那这样吧，那个公司的工作车啊，你挑一台啊，给你用一年。停车费和油费公司给你报销。领导英明啊，我还正需要用车呢。那我就选这个哈弗 H6， 这车实用。行，客户那个资料还有联系方式一会儿我发你。哎，这车也是小王早上刚提过的。行，那我这就出去忙去了啊。行，去吧，您忙您的，有事您叫我啊。去吧。哎，山哥，下楼。大礼拜六的嘛去啊？你也知道是周末呀，啊，天这么好，不得出去玩玩吗？赶紧的。不是，这时候有什么好玩的呀？不去。有好吃的啊？那也不去，不叫。免费的。走吧。不是，你怎么说吃这么快呢？哪吃去啊？你好，哈佛。导航到荆门老豹山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把我叫出来为了显摆你新买这车。哼，不是买的，借的。你好，哈佛。播放今儿个真高兴。租的车吧？你哪那么多问题啊？买个车嘚瑟都不会嘚瑟，瞧不起谁呢？哎，胎压显示、倒车影像、自动驻车、定速巡航、九寸液晶屏、无线车联网、发动机启停、全景大天窗、四项调节方向盘、一键升降、全车窗。等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你渴不渴呀？嘿，小样儿吧。哎，到了啊，下车。别堂食啊！啊，你买去，我车里等你。我喜欢吃啥你知道啊，活该你越减越肥。他哪来的这辆车呢？哎，山哥，醒醒，冬眠还没到期呢。哎，我这都饿醒了，哎，正好，哎，都是你爱吃的，老北京炸灌肠，老北京麻团，老北京麻豆腐，到位，开整，确实不错，哎，开空调，你这大油手摸什么摸啊？你好，哈佛，空调26度。李哥啊，我饿了啊。直肠子，人家吃完刚到胃里，你吃完都到大肠了。我真饿了，咱俩这一上午也没少溜达呀。
你好，哈弗。导航到玉林串串香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这物质追求吧，其实也挺重要的。然后呢？这车是你倒插门谁家姑娘的呀？哎，他有没有姐姐或者妹妹？滚犊子！你还叫什么江山呢？你叫江不靠谱得了。别看我，看路。瞧你那怕死那样啊！知道什么叫奥托利夫六安全气囊吗？知道什么叫车道偏离预警吗？知道什么叫车道保持辅助吗？知道什么叫铠甲安全系统吗？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啊！哎，到了啊。哦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能看见外边这大环境，哎，哎还能转，360度了。哎，你这是一大号监视器啊，这个。这叫高清360度环视影像，只要是倒车或者时速低于30公里，自动开启。哦。什么大号监视器呀、啊？你这跟个山炮似的。跟我玩会儿。别动，不饿了是吧？啊，小鸡鸡，赶紧买饭去。德行。这年头倒插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车道偏离串串香。安全闸关城。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年底一哆嗦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谁圆满了？谁圆满了？你呀、啊，你快了你。饿的我快圆满了。看这个冷锅串串香，不，红糖糍粑，性感小酥肉。哎，里面还有点别的啊。哎，这小酥肉是够性感的呀。没了，就这么多。没了，不过这些个啊，我都乘以了3。嘿嘿，先吃着啊，不够我再拿。妥妥的。你好，哈弗。打开天窗。哎，这么大天窗，外边这么大风，你关上点儿。哎，满车都是你打嗝的味儿，不香吗？你也是没谁了，你。走走走，去望京转一圈啊，顺便办点事儿。走。李哥，我快圆满了。你好，哈弗。导航到大力郭记。李哥，嗯，你这车坑蒙拐骗偷啊，别逼我报警啊，咱俩同事一场。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啊，你说你这好奇心怎么那么大呢？你就告诉我吧啊。行啊，这事儿啊是这样，我跟山哥绝对在这吃过，周末没事啊，这几家店我们走一遍，把招牌菜吃个遍，然后呢给他出几个视频，哎，也没什么成本，这事儿客户也满意，一举两得。行行行，那我这就出去忙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晚上就这儿了啊，大力郭记。车确实还可以，边儿拍也不小，瞅瞅去。空间不小呀。哎，哇，
还能放倒。哎，有了。哎，咱俩呀，别在前面吃了啊！不，地儿挺大的吗？空间也不小啊！不，吃两顿饭装不下你了。座椅是挺舒服啊，空间也不小啊，这副驾应该能坐俩我呢。完了吗？我这不找着一更好的地儿吗？哪儿啊？后备箱啊，后排咔咔一放倒，老宽敞了。哇、哦，挺聪明啊！哎，牛尾锅、鸡杂锅，好这。大力三宝，还有这个哎，黄金蛋饺啊，赶紧的吧，你那口水都快流饭里了。走走走走。李哥这招，我要是也试试，是不是也能弄一车开呀？还是免费的？好主意。吃饱了？你好，哈佛，播放《聪明的一休》。回家的时候别忘了吃药。哎，李哥，今天吃的挺爽，有机会再叫我啊。哎，别忘了吃药啊。不是，这油费和停车费是公司报销，这洗车费还得自己掏啊。行了，老板，这屋都消完毒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回来。啊？那个有一事儿啊，嗯，就是咱们有一客户，投资做餐饮的嘛，说让咱们帮忙宣传宣传，但是这个吧没钱，你说我不做吧，关系还挺好的，你说做吧也没钱赚，不知道咋办。这是个问题哈、啊。您先忙，我出去想想啊。哎，你最近卫生做不错呀、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老板，小江，进。老板啊，嗯，刚才那事儿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？说，我听听。老板，我想着，咱们，我跟李哥周末我们俩停停停停停。上次的事我还没给你俩算账呢，人家是没费用，管你们一天伙食，你俩可倒好，吃的人家到我这来诉苦来了都，这次又想白吃白喝，你们能不能有点想法，有点创意啊？老板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再出去想想啊。出去。行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回来。哎。你不是喜欢保洁吗？那个，这个月公司的保洁，然后还有工作车的保洁，都你来吧，出去吧。三哥，这个保洁工作还适应吗？你少在这跟我说风凉话啊！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！相同的问题，相同的办法，你就有车开，我就得保洁。人各有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得了吧你啊！斗大字不识一声，还跟我这拽文言词儿！你靠边，别影响我保洁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我这人吧，还就有个缺点，什么呀？心太软。要不这么着，哎，这车你开两天，我不跟老板说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这车挺好开的。猫哭耗子假慈悲、哎。我要开，我直接我提一辆，霸气。哎，
现在这车还真有一个销量300万的嘉年华活动，什么现金优惠啊，哎，金融贴息，最好的是这个置换最高优惠2-3万的，要不你来一辆？不买，要买你买去啊！攒着钱娶媳妇呢。是啊，要不你给我彩礼钱？你先找着那让你出彩礼钱的人吧！啊，滚犊子！来来来，老板，我过来看看商哥要不要帮忙。嗯，我替小江说了吧，要帮忙啊。这个月你洗车，他擦车，下周一来我办公室找我。不是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关注为啥换电车。